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纷娱乐现在开始。人生的价值不仅仅体现于成就，而是获得成就同时给这世界带来了什么。之前参加央视采访的几句话，仿佛是一盏明灯，突然将我的心照亮。不知不觉，几句真情流露的话，却显示出了人生中最为平凡的道理。在周深采访中提到了许多话，但最引人吸引注意的就是莫过于他对粉丝的看法了。他提到了自己有一次看到粉丝举牌支持，表示自己非常感动，并且对于粉丝对自己的喜欢，他更当做了一种责任。哪怕你们举的灯光再微弱、再远，或者像以前的那样只有五六个，也或者像现在这样的五六十个，我都会尽力的去掌握好每一次舞台，因为我想希望能够成为你们的底气吧。因为我不希望你们说出去说喜欢听周深唱歌，然后别人会说周深是谁啊，他唱的也就那样吧，就尽量让自己变成你们的底气，然后也谢谢你们一直陪伴我成长，那我也会继续加油的。可以看出周深的话很平凡，或许没有多大的大道理，但几乎句句都是描绘出了自己的心声。不管粉丝多少，都尽可能的让自己优秀，成为他们的底气。其实就这个观念而言呢，是非常新颖的。一个偶像能够将粉丝看得如此重要，怀着感恩的心去看待粉丝的喜欢，确实很难得。虽然平时总喜欢和粉丝互怼，但实际上他们都很清楚，周深的内心比谁都要亮堂，也比谁都懂得感恩。我们假设一个问题吧，明星和粉丝之间真是单方面的付出吗？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呢，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很多明星和粉丝之间的距离真的很远，也造成了许多追星的行为。其实用通俗一些的话来说，就是距离产生美，这种美只是一种盲目。就像很多粉丝内心呢，总会觉得偶像是高高在上的，自己的买单和支持都会成为一种炫耀的资本。然而真正的美呢，并不是这样，粉丝欣赏甚至人品，但真正的欣赏更像是一种理性的感情。一味的支持明星，却不知道是为了什么，甚至在明星可做之后依旧支持，这正是一种盲目。就像曾经周深的工作室曾经因为粉丝阶级行为而劝导周深的粉丝能够设身处地的为周深考虑，为自我影响而反省，这一点看呢，就是值得赞许的。为何粉丝能够对周深拥有到这样的感情呢？这就该提到以上假设的问题了。明星和粉丝之间并不是单方面的付出，周深能够时刻记得粉丝对他的爱，同时呢，也尽量让自己的形象能力能让粉丝们自豪，这就是一种正能量的循环，彼此学习变得更优秀。也不难发现了，周深在每个节目中的一些细心的暖意举动，都被生米当作是一种学习的精神，尊重、敬爱老人、谦虚等多方面优秀的品质行为，体现的是淋漓尽致的。这也是周深为何能够收获到很多妈妈粉的原因。天气过热，周深为老人扇风，这一切的产生呢，只是单纯的因为彼此的爱。爱其实并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的情感，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爱，体现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像小孩为了不让父母伤心，努力的改掉自己的缺点；朋友之间为了维护友谊，努力的让自己的性格变得更合群。其实偶像和粉丝之间也有爱，粉丝给予偶像温暖，偶像为了粉丝而努力学习优点。是娱乐，其实去看待了，就会发现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追星，我们也要提倡追的有价值、有高度。吃瓜不停，娱乐不断，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请给出您宝贵的赞，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